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海乔。电视剧《醉玲珑》还在热播，徐海乔饰演的严轩还在刷屏，而他的又一部新作《叶天子》也在紧张的拍摄中了。此次徐海乔甜蜜搭档宋祖儿，饰演一位六扇门的牢头叶小天，为得到500两银子的薪酬，帮人送遗书回乡，却不想遭到追杀，一路上升级打怪，收获了一众好友和爱情。而剧中的人物性格，在海乔看来和自己倒有几分相似呢？我这个人挺倔的，特别是有自己的底线，但是如果是别人在碰触到我自己线的时候，我也挺坚持的。这般性格放在古代，岂不是非王侯就是将相啦？不过谈及古代最想成为的人，我们的海乔却超级淡然。在那个王侯世家，然后我一定不跟哥哥们抢王位，我去当那个，就是给我吃饱喝好就行的人，然后没有野心的那个。而这次和祖儿甜蜜搭档也是大爆观众的眼福呢。现场海乔更是爆料，两人拍戏时都不用背台词的，超默契，有没有？演戏的时候我们俩还挺逗的，就是我们俩都不属于那种就是前天晚上把台词都背得很熟，然后两个人就是把一切都设定好。我就属于那种到现场的时候，你要根据不同的对手，不同的场内环境，人两个人一走戏，然后一搭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样演。我是这样的，他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说我们俩的一些戏，我觉得如果是播出来的话，应该会很好看。